后脖子痛，我看到天上一个在转，一个圆圈在转，转的时候中间有个十字的，架子，在转，他们准备这几天扔一些，小的东西下来，小的东西扔到地球上来，扔下来是什么东西呢？类似那个，类似，类似信号播放器啊，类似信号播放器。通俗一点讲，类似收音机啊，是外星人。还不是收音机，只能说叫信号发射器，因为收音机它是要收信息啊，它是发送信息啊，主动有信息发射送来，应该称之为信号发射器啊，信号发射器啊，信号发射器。发出的信号就是告诉人们，很快要移地球上核电厂的核物质了啊，要移地球上核电厂的核物质了啊。除了天上在转发送的信息之外，还有丢一些发射器，丢到地面上。然后这个发射器发出信号来，信号上就告诉人们，外星人准备要，以核物质了啊，以核物质了啊，以核物质了，这样的人家低着头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了啊，低着头的，时候就可以看到了，不然的话非要扬起脖子来，才能发现天上呀。有这么一个东西啊，这样的话，扔到地上以后，一个小小的东西扔到地上以后，人们就很容易就，在地上就看到了啊。这很容易的意思是低头的意思啊，低头就看到了，否则的他只能要昂起头来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外星人正在控制着，怎么样要启动，通知人们呢，最近要准备把核物质从地球上移走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